嗨，八频道的妈妈们，你们好，我是王天才。在这里呢，我要祝你们母亲节快乐。在这特别的一天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宠宠自己，放轻松一天。我更希望的是你们的孩子们能够把每天都当成是母亲节，每天都疼爱你们，孝敬你们。母亲节快乐。